图片放大不模糊，简单。我们通常需要放大图片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图片会变成马赛克的这种效果。那么正确的方法应该怎么做呢？点击图像，图像大小，我们可以把它的宽度拓宽一倍，然后这里勾选重新采样，后边选择保留细节 2.0， 确定，然后我们再次放大来看，是不是比原来效果已经好了很多？